形态不同的啊，还是三星。然后笔头花青，我这时候我再来点这个烟，这不是那个墨试试哈，都可以，可以笔上加一点墨，让它变化的更多一点。变化的更多一点，让它是，就是说呢，用笔啊，大小啊，让它有一些，也有一些变化，反过来，反过去，哈，这样，就白画地画一下。画地就是藤黄加花青，藤黄加花青。它这个花地就是包裹这个什么，包裹这个花的这个，所以我们肯定会是啊，这是一个，你怎么画就是一个花苞。